安。农历七月到了，在这个月最重要的节日应该就是中元节了。靠海的基隆过去地方因为常发生漳泉械斗，所以有许多无辜人命死伤。为了纪念先祖，每年会举办盛大的中元祭，到现在已经170年历史了。今年中元祭基隆市府将举行一系列活动，包括精彩表演、艺术展览，还有品牌快闪战等等，同时也设计了时尚的主视觉，用创新方式结合传统，祈求好兄弟庇佑，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